水灯叫流水灯，流水灯装在这个扶手里面，装在这个扶手的槽子里面。这是一个木扶手，木扶手里面开槽，放流水灯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感应头，感应头放在第一踏步的这个角落里面，这个黑色的就是感应头。流水灯的线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，然后穿到墙里面去，当然也可以从这个拐角这地方走过来，这个金属的拐角这地方，也可以从金属拐角走过来，走到墙里面去，从墙里面往下拉线，到踏步里面去。第一步的感应头装在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有一个小感应头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然后所有的线拉到背后的这个柜子里面，从背后的柜子里面穿墙而过，穿墙过来以后，从第一个踏步里面把线往上插过去，然后流水灯线。就走这个墙，现在已经封起来了，看不到了。走这个墙，